我们公司是北京厂道，主要做的是大运费的配套设施，成渝高速扩建，整个工程造价大概在40亿。咱们公司有卡特的设备13台，其中有平地机、挖机，还有推土机。西约协议让我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派了专业的人员，专业的大师上门维修，配件也是正常配件，我们比较放心，上门给我们做了专业的检测，他们会形成专业的这个报告，合理的建议，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报告做合理的调配，延长了机器的使用寿命，减少了故障率，使车辆机械设备都能更保值。我们现在目前做这个项目是精简人二期，卡特的这种产品跟其他产品比起来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售后服务是非常好的。自从我们签订了 CVA 协议，由易楚明通公司专业工程师为设备提供保养及配件，为我们公司省心省力省时，我自己认为卡特产品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这个施工的地方是机场高速南线配套设施一期工程。自从用了手机 APP 过后，管理起设备比较方便了，可以在手机上面远程的实时了解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工作小时以及设备所处的位置，让我们觉得很巴适、很安逸。有了指挥中心的全面的统筹安排之后，在 CVA 的整个执行过程中，我们有了前端的客户预约，合理的安排我们的维修工去服务我们的客户，去做设备 CVA 的执行，以确保我们的 CVA 的执行的准确率，从而很大程度上提高客户设备的使用这个寿命，然后降低它使用设备的一个成本。从代理商的运营层面来讲，我们可以更好的合理的安排我们的服务资源，提高我们代理商资源的利用率，确保我们的维修人员、服务工程师做更多的 CVA 的工单。数字化的运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代理商在服务整个客户过程上面的一个效率和结果。CVA 是易楚明通提供给我们客户整个设备周期的一个服务产品。 CVA 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提高设备出勤率，保证我们的客户设备的使用率，将更好的、更优惠的零件价格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CVA 会把我们易楚明通和客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为客户的设备保驾护航。